真实都不真心。微风吹起，遥望遥远的距离，那段寂寞的阶梯，倒数下课铃响起。我认真握着铅笔，写下关于你的日记，我一直都很小心，偷瞄着你。着迷，在我的视线里全都是你，你的眼神好像在向我转移，还没成熟的缘分此刻才向我靠近。我认真握着铅笔，写下关于你的日记，我一直都很小心偷瞄着你的身影。这种感觉很动听。